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讨厌，那是阿鲁的和服。对不起，小妹妹，对不起。老叔，那不是卓雅吗？小妹妹，这花送给你。还真是卓雅。对不起。 布拉吉反应的情况，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。怎么了吧？布拉吉的压力不仅来自行动，更来自于奥美跟苏文呢。哎，真的是为难他了。哎，当初我们就没有把这个事情想得很周全，不能让敌人像疯狗一样咬住这件事情不放。 君呐，别在这住了，还是回家吧。我晚上一个人害怕极了。哼，害怕，习惯就不怕了。敖美已经出去找房子了。哦，知道了。那行，你先吃吧，我走了。事情的经过组织都清楚了，如果你喜欢布拉吉同志，组织批准你们立刻结为夫妻。我们知道让你这么做可能会伤害奥美，但是为了顺利完成任务，别无选择。哎，老爷。 您回来了！哎呀，来，大姐，这天都快黑了，多不安全！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去哪儿不重要，要紧的是给你们两个腾地方。大姐，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敖梅呀，你别再闹了！ 是我刚才话太重了。重吗？我怎么觉得不重？你说的对，我确实闹够了。王妹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知道你什么意思。你照着镜子，你好好问问你自己，打根上去，是咱俩谁在瞎折腾？
如果你实在想不明白，就不用想了，无所谓。敖梅，你嫁我走吧。这个家容不下我，我也不想给你们两个添麻烦。敖梅，敖梅，敖梅，我不让你走。你放开我，放开，放手。给我听好了，我容你，这个家也容你。大姐，大姐，这个家真的容得起。智子，智子，你没事吧？大姐，快追呀！敖梅，大姐，敖梅。是，跑了。小的按照你的嘱咐，在城北给他找了个小房间。本来说好了明天早上搬他搬家，可突然苏文回来了，他跟苏文吵了一架就跑了。小的刚才啊去城北那儿看了一下，敖梅没有在那儿。苏先生，深夜到访有何事啊？敖梅，敖梅离家出走了，到现在找不到人。老同学，发动你的部下帮我找找好吗？我不是求你，如果找不到敖梅的话，我就没办法替你工作了。苏文的表情不像在撒谎，看在老同学的份上，我帮你。谢谢。季馆长，苏文寻找敖梅，是真是假？
叫什么？不说？嗯。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这都是一帮狼，几个月没闻到腥味了。你要是不说，那我可就……啊！我叫敖梅。有男人吗？男人叫什么？苏文。苏文，做官的还是做买卖的呀？做小生意。保号是？御丰泰布店。御丰泰布店？这他妈是小买卖啊！骗谁呀？御丰泰布店那可是响当当的商号。哎，我发财了，发财了！你发不了财。怎么着？他不会来赎我。为什么？他又有人了。没关系啊，今天我劫不了财，我劫色呀。如果他小气不赎你，你就做我的压寨夫人。哎，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嘿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我金老大有钱有枪有地盘，要什么我有什么，我不缺，缺的就是压寨夫人。怎么着不行啊？啊，老大，这儿不是现成的吗？哎，对，兄弟。到桌呀，你留下给我拜天地入洞房。好，老二、老三、老四、老五，到。大哥，听着啊，连夜给我下山。你们一定要给我叫什么？卓雅。找到卓雅，我就跟这娘们拜天地入洞房。明白了，大哥。季馆长，经查实，敖梅确实在金老大手里。安哥，你说这老大是不是疯了？放他满盆满钵的钱不赚，要和那臭娘们过日子。你的意思呢？您说怎么办？这老大错了啊！山寨，咱们俩的。这是在店里发现的。你确定？是。我马上跟虎子联系。通过组织找金老大要人。不行，这是我个人的事，不能因为这些给我们的行动造成任何麻烦。这件事我必须自己面对。那怎么办？去找佐佐木，既然我现在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里边都有他的影子，哼，那就也别让他闲着。难道你忘了吗？大姐最恨日本人。如果他知道你找佐佐木帮忙，那你们之间的误会将无法弥补。再大的误会也不怕，只要他能活着。太君，我们不知道那娘们儿跟共匪有勾搭呀。现在知道了啊，知道了。但黑龙山
我说了也不算呀。况且有什么难处，尽管开口。金老大让那小娘们给迷住了，说是要娶过门做压寨夫人。您笑什么呀？我说的是真的。您还别说，这小娘们估计也疯了，跟金老大说如果帮他找到女儿，他同意做压寨夫人。报告，齐馆长，宋文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你们认识啊？你先去那屋喝点水。你们看看这个。苏老板亲见，黑龙山众兄弟愿意为敖太太失踪负责，请于3日后5时3刻献上70万块钱。老三这个王八蛋，不是说好了53万吗？兄弟我即刻放人，切记，如果敢玩阴的，兄弟我也不是吃素的。会立刻划了敖梅。黑龙山金老大，既然已经知道了敖梅的下落，我请宪兵队把他救出来。哎，孟娜，你要是这么做了，那土匪翻了脸，敖梅就回不来了。那怎么办？就按土匪说的办呗。那钱从哪儿来呀？我自己想办法。太君，太君饶命啊！太君，这事儿是老三干的，和我没有关系。3天之内。把敖梅转移到北城，否则让你的脑袋搬家。啊，小的遵命，小的遵命。这里是16万，拿去吧。这么多了。你那儿还有多少钱？我店里边还有10000块的流动资金。那远远不够啊。这样，我到医院去找人借。嗯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冯护士。金医生。冯护士。嗯。金医生，你这脸色怎么这么不好啊？家里出什么大事了吧？敖梅被黑龙山的土匪绑架了。啊！哎呦，那帮土匪我可听说过，黑着呢。这赎金够你家苏老板喝一壶的了吧？我正为这事犯愁呢。冯护士，你看您能不能……哎，我……哎呦，我家里要是有余钱的话呀，我二话不说。但是现在我一个子儿都拿不出来，你还是找别人想办法吧。啊，再见。苏文连来2次，绝不是试探我，这是他的骗术，以绑架做局，公开为共匪筹集经费。你怎么看？季馆长，我们原以为敖梅是去送情报，可没想到半路杀出个金老大，把这一切给毁了。金老大一直想投靠我们，我们何不借此机会把他……不必。如果敖梅是一个有价值的共匪，他的组织知道他被劫持后，一定会为他积极筹赎金。可属下听说共匪穷得像叫花子，短时间内他们拿不出这么多钱来。那只有一种情况，武力解决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怎么办？如果是这样，首先可以排除金老大是共匪的嫌疑，让他们火拼。我们收获胜利果实。那如果敖梅不是共匪，只是一个普通的妇人，是苏文的妻子呢？以苏文的性格，一定会舍命相救。如果苏文是一个有价值的共匪，他的组织能放手不管吗？如果是这样，就算金老大不处死苏文，我们也不能饶了他。不管怎么样，此劫无解。
要是松原将军知道素儿没命了，那我们的命就……记住，是土匪要了苏文的命，不是我们。哎，季馆长，苏文升天后，在您和智子小姐的婚礼上，我可是要喝得烂醉如泥，请季馆长提前批准吧。我很不喜欢你这个玩笑，我这么做纯粹是为了帝国的利益。请季馆长明示。松原将军制定的宏伟蓝图，在军事院校堪称教材，但是在实战中，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中国人身上，这就大打折扣了。您是担心苏文会毁了将军的计划，将军遭到国人唾弃。将军的荣辱固然重要，可是帝国如果遭受重创，才是你我这样军人最大的耻辱。将军是苏文的老师，猫跟老鼠的游戏，最终谁能胜出，还用手下来评判吗？松原将军不是猫，他是高高在上的大象。那谁是猫呢？那当然，当然是季馆长您。我告诉你，你要再敢越级汇报，我让你人头落地。去找佐佐木。小麻雀，你疯了吗？我有办法。如果你借钱的目的很单纯，作为同学，我义不容辞。如果你要是为你的组织筹集经费，我再借给你了，那不成笑话了？别跟我说这没用的，借还是不借？别演戏了。不借是吧？行，那我就把布店卖了。那也不是你的，你有什么权利卖？哦，卖布店我没权利决定。那咱俩合作不合作，我有权利决定吧？从现在开始，咱们的合作到此结束，要杀要剐随你。去开枪！嗨，站住！别开枪啊！我是送钱来的。你是谁？报上名号。我是御丰泰布店的老板苏文。有何凭证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存折和汇票，老子要的是现金。
哲，你真是个老土，这东西就等同于现金了。这玩意儿能当现金用？当然了。动手！哎，我告诉你啊。这个拉尔城啊，虽然不大，但找起人来也不是那么容易。大二，是啊，辛苦了，大哥，这您见外了。为了咱们这个压寨夫人，兄弟愿意为您两肋插刀。好，满上。哟，没了，老皮。哎。我来，过来。哎，大哥，你们俩都辛苦了，来，替我敬老二，拿着。老二，请吧。老大，哼，你们俩吃里扒外的东西啊，背着我跟日本人勾勾搭搭的，以为我不知道？哼，我告诉你，我要没这点道行，我还当什么金老大？押下去，走，快！好消息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好消息，金夫人，什么好消息？卓雅找着了，真的？那还能有假？我们老大说了，他正在上山的路上，今天晚上双喜临门嘛。这一喜，老大迎娶压寨夫人；二喜，恭喜金夫人母女重逢。出去吧，金夫人，您赶紧把衣服换上，一会儿小的请您到聚义厅。我让你出去。跟我道喜来了，啊！
好，既然彩礼我收上了，那我就得抓紧时间跟奥梅拜天地了。王八蛋，把他给我交出来！哎呀，苏老板呐，有话好好说嘛，别生气。志子，是你们！大哥，这俩双胞胎，嗨，干干干！来，喝喝喝！来，干了！哎，敬敬啊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这酒也过了三巡了，菜也过了五味了，咱们老大是不是该把咱们家俩夫人请出来，给兄弟们见见啊？杀了呀！我女儿呢？你不是答应我帮我找女儿吗？女儿呢？这时候你找什么女儿啊？嗨，你现在是压寨夫人了，我们生他七八个不就完了吗？来，喝杯！骗子！呀，你臭娘们，你敢打我？你以为你是黄花丫头啊？
地不宜久留，快撤。跟着我们干嘛？你不是要给金老大生大胖小子吗？那不是为了让你们去洞房好动手吗？我以为你真想留在山寨呢。当家的。陪着你大太太跑我这来干嘛？快回去吧。又来了，你看看，我给你拿来了什么好东西？哎，太好了，我的战斗机有希望了。你看看，还有这个。啊，这个不用还给佐佐木了吗？凭什么还给他？哎，他不是怀疑我借这个机会给组织筹集经费吗？那我就成全他。你呀，赶快联系虎子，防止他把账户给冻结了。嗯，我最喜欢完成这样任务了。哎，我还得批评你几句啊，这次你跟同志们的营救行动太冒险了。我挺担心你的，佐佐木不光借钱给你，还派出宪兵队相助，这也不符合他的做派呀。你是担心佐佐木会借着土匪的手杀了我和奥美？我向组织汇报，组织上都跟我急了，所以我就……这么说，敖梅真的落到了土匪手里，苏文筹集钱，也真的是为了赎回敖梅。是的。季馆长，您看起来很疲倦。智子小姐也出现在了黑龙山。黑龙山地势险要，她是怎么上去的？难道她身怀绝技，深藏不露？她小时候体质差，练过功夫。那她一定见到枪了，她有什么激烈的反应？我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。是不是在伟大的爱情面前无所畏惧了呢？哼。季馆长，面对凶狠残暴的土匪，您是不是担心金智子的安全，从而放弃了无坚不摧的计划？属下，仅仅指的是土匪，并无他意。让你多思考，没让你思考我的问题。
心仪的女人，帝国的利益，到底哪一个重要？看来，不同的时间，不同的环境，有不同的答案。